啊，你好，欢迎回到第58集《去铁无形牌100趴》，我们来解崔佛的倒数第二个任务——乔许，房地产大亨。我是一个随机路过的一个模特，穿得很时尚。嘿，怎样啊，博？哎 ，Nice house, isn't it？ 你要摸我吗 ？Like it？ Selling it? You want to buy it? I'm downsizing. 可以啊，好，我买。No, I'm good. 装穷。额外佣金。Houses like this, all the time. Okay, I sold dreams. I made lives meaningful. I'm not sure about that. So you like beautiful things, don't you? Sure. Well, I just happen to know the most. 哇，恭喜你耶！崔佛会这样讲吗 ？You want a bouncy bouncy? What? 上你的女人呢 ？Josh Bernstein. Yeah. 现在我当黄毛是吗 ？Yeah, I never heard of you. Oh, well, I. 但他就是贾诩啊。In real estate, and so I had my license taken away. My meal ticket. 他就是那个贾诩吗 ？I'll get to that. I'll get to that. See, it's not really, it's not really. 我也忘记他那个之前那个全名。Something more awkward than that. Now, Lenny Avery. He was my best friend. Bates. And now, he has taken.All of my clients, all of them. Do you think that you could take out all of his for sale signs? 好处呢 That was easy. She's worth it, man. I love you. 我没有那意思。I love you. I love you. Lenny Avery. I love you, I love you。他就是那个贾诩吗？我就看一下，看到上一集那贾克了。我也变那些老人了，他们眼睛有问题，我记忆有问题。对了，兄弟，艾佛瑞有个网站，上面列出他在城市里所有房地产位置，你可能觉得很实用。当然、啊，我们现在前期一定要靠这个，他自动帮我们标起来吗？购买住宅是件大事，兰尼·艾瑞佛也是个大咖，在洛圣都房地产界已经称霸超过20年。房地产不能只靠自己，这就是现实。而兰尼·艾佛瑞卖的则是用坪数计算的梦想。好好，10%佣金啊，100%心理，哇哇哇，是很会讲的商业人呢。哇，我们从左边，然后这样子慢慢这样切到最右边吧，走吧。嘿，好容易啊，这样我不用找位置了。这样我不用在那边标1到15吧，因为总共有15个点，这边自己按就好了，这不用在那边那个自己标地图了，这边比较轻松了。不过就算那么轻松，我以前也是没解这个，因为我觉得要去这种找10几20个点的东西很累很麻烦。现在有剧情可以看，我就觉得 OK 啊。好，第一个直接撞可以吗？啊，可以，哇，撞掉了耶，这么简单哦、喔，撞了然后就别人不知道那个点在哪了。啊电，然后网路上不是还有吗？然后下一个棒，哇，他死了，这样才叫破坏嘛！刚刚整根撞掉，再重插一次就，这个撞得很有顺序，等下自己忘了撞哪里。好，第三个啊，浪屁啊啊！哇，第三个再重复5次、3次，我们就15个了，绝对不要按错哦，鸡渣男，让直行车。好了，我到了，好了，你没了哦。等一下不小心把这封信删了怎么办？我刚玩到的啊，没有。其实我是比较喜欢看那个文件去那个，我比较习惯写字下来去记事情，这样只靠头脑记其实会出一点误差。啊，没关系，现在我们很聪明，我们现在变聪明了，可以记住了，应该吧？干嘛啦？你们住山上的都有病啊？不是这没有冒犯你啊，富兰克林。嘣！谁他妈报警啊？美国有枪不是很正常吗？第七个啊啊嗯，一半呢、欸，要一半呢，很好哎、欸。第八个，嘣，你死了。喵。那第九个，嘣，哇，好准啊。What？ 我在报警，我跟你讲，我报死你。我找到share卡了。然后就share一点点，这里就不止一点点哈、啊。哇，飞机飞车跳跃点，懒得解完。耶，啊，死。说实在，我们撞这个到底 有什么用啊？我们不如请一个骇客把他那个网站给骇掉，还比较有用。这种东西又可以重插一次啊，他那个网站还在。我啊，只是就变得找不到到底是哪间，对吗？对吗？乔许，好主意。因为没有插那个东东啊，我们就不知道要怎么买耶。
也不知道那个外观长什么样子。网站上没有附那个图片，要卖的房子的图。蹦蹦，十一、十二啦，讲错了。我太怀念过去了，抱歉。十三啊，蹦，剩两个，这是最轻松的一个收集任务。不要再报警了，好不好？你们这些住山上的娘炮，蹦，要结束了。什么林间小道？白痴，差点就绕一圈，我被好奇心驱使。哇塞，这是活的，他怎么又站回来？我来了，最后一个点。啊，这里没有飞车特技点，我自己觉得是蛮酷的。啊，我超越了吗？在哪？哦哦，靠腰，近在眼前呐、啊。可能我刚那个车撞来撞去，有点脑震荡，对不起啊。好，很好，他又没有直接出现，我先回家了。哦，他出来了，那就直接解楼兰的回家了。嗨，你好，让我们看他讲什么好话。艾瑞佛的标志少到谁都会以为他已经退出房地产这行了。到东洛圣都的比林斯格汽车旅馆见面见我，来吧。我以为最花时间其实最轻松吗？可能是我已经习惯这个坐牢式的走来走去设那些房地产木板。All right, brother, here we are. Hey, brother, here we are. Hi.哇，那半夜，半夜叫我来干嘛？振作点！啊 ，There you are, there you are, Tony。怎么在乱叫名字？这些人都有病啊 ！Talk that bastard. Yeah, maybe. Yeah, maybe. Well, you earned it. Room 9. She's right up there. Go for it, man. She's. Well, 所以你啊，对啊，他先用过了，才跟我推荐嘛。好人。好，我们这个任务的金牌，因为这个之后还有任务，不是进去做完就没事。终结对手，使用近战武器殴打艾佛瑞，就等一下那个我们的竞争对手，40秒内让艾佛瑞停下车。OK， six nine， hello， 啊，门直接开这样，女没有半点声音，是个未成年，完了。哇，轰轰烈烈，我听到声音了，嘣嘣嘣！等很久啊。Hey, hope you had a good time up there, Tony. Listen, I don't know if you feel up for it or anything, but maybe we could give Lenny a wake-up call. This is what he looks like right here. Okay. Now I think you can find him. He'll be doing some shows. 他的图怎么可以那样开 ？Today, I'll give him more than a wake-up call. 你给我看图，就知道长哪里，知道他长哪样啊 ？I love you. 那也是哪里 ？Love you, man. Love you.他这样，他是 gay， 但是他有老婆是吗？算了，给我开这亚曼达车好了。What a great day this is turning into all of a sudden。现在都没半毛钱，至少这个用一个任务换一个 sex， 但是那里面女人不够老 ，too young。我也不知道里面那个里面有没有建模吧，也不知道里面长什么样子，黑黑乎乎黑妈妈。上一集撞进医院，已经把那个最后支线任务经费花完，我还真没想到可以这样撞进去。嗨，贾许。If it isn't my favorite real estate broker， 我最爱的皮条客吗 ？Tony, buddy, are you in Rockford Hills yet? Almost. Good. I forgot to tell you. Avery drives a green car. 我刚才看开那个路上彗星呢， yeah, don't worry, 但被我撞烂了。And after I scare the living shit out of this guy, I get some more bouncy, right?Oh, yeah, of course. 真的是皮条客。Tony, listen, I kind of told him that you were coming. So much for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I want him to know. 他是想要背叛我，是吗 ？That he's about to experience. Listen, I gotta go. Don't let me down, bud. 才要让我失望？你怎么可以提早先跟敌人讲我要来、啊，让他心理准备，你要被杀了这样子、啊？找出绿色彗星。Hey, you, facelift. Come here a second.什么东西？直接会问路人，很好笑。Lenny, I love Lenny. He got me a deal in a 9-bed Tudor Tuscan last year. I saw him showing that house. 哇，他很有钱，这租人都巨有钱的。Oh, 那是富兰克林那只狗哎，好可爱啊！那是没带项圈的，那更不是宠物，那是那个幽灵，这里吗？哦，对，干嘛？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啊！我就是可能开错路啊，不敢开车了哈。Shit, no! Get up!
然后用近战武器海扁他。Don't make this any worse. 啊！我靠，鼻子都爆了，鼻子就会断了。近战啊，有分哦。那打那一下太爽，打在你性感带上。Please leave me alone. I'll do anything. 那他鼻子没事了，修好了。再不小心有插到你鼻子，已经插进去，穿膜。Okay, okay. 靠那么近干嘛？靠那么近，不是要亲吻，就是要打架。Feels like it's ruptured. 再给你最后一个警告。I can't start binging again. 因为抢别人工作是要被那个警告两字的。不、哦！怎么警察马上出现了？为什么贾诩都没想过，如果那个艾佛瑞也是那个势力庞大的人怎么办？要请那个暴力集团来骚扰你，而且况且他比你还有钱，你要怎么确保他不会找你麻烦？啊，该不会是他刚就先打电话，先撇清我跟他的关系啊？就我要去杀他，然后跟他就没关系这样？哇，你很聪明呢。好，结束了，但任务还没出现，又要再等一下了。不行就换角色啊，搞不好这样最快欸。其实我之前都没想过，那弗兰克林就会宅在家里啊，跟我一样。Yeah， 因为这样最省钱啊。哦，弗兰克林抽烟，坏男孩，还是没开欸。啊。算了，睡觉好了，睡觉有答案。好、哦，开了，真的是要一直睡觉是怎样？看你那么近的份上，我就自己开车。好，我们来了，我们看这个金牌。他每天要坐在那边孤单的等待。好，任务名炸领保险，炸领保险，在不惊动远景的情况下完成，一次就完美倒出汽油。之前那个留言板有酷哥跟我讲说这个任务有 bug， 我现在终于解到了。好，我们来看会发生什么事。扛什么 Tony, you nailed that bastard. Tony, 太夸张了吧。She's waiting for you, right upstairs, okay? 你要帮我暖热好啊。Bouncy, bouncy. Alright, 就不能给我看一下里面到底什么样子。该不会真的是未成年吧。才不能做出样子。咚咚咚。你的暗号。Hey, baby。他连话都不讲。sex 了三天，立上垃圾捡一下好不好？哦 ，Tony, hope you had a good time up there. Yeah, not bad. Not bad. Bit skinny, but not bad. 瘦了点。You know her from you? You ain't the pimp type. No, she's my wife. She's my wife. I left my first wife and kids for her. Huh? Best decision I ever made. What the fuck? Fantastic. I mean, she's been the making of me. 所以他那个。离婚，然后跟他在一起，然后把这个女的拿来卖，为了那个自己的利益啊。哎，说，这里的人多少都有点心理疾病啊。But well, if something was to happen in the place, you know, some gas gets spilled, I'd still get the full value of the insurance. 吹佛都可以觉得很怪的人，那是真的很怪。I love you. I'm. 到底在喊啥 ？I'm real glad that you fucked my wife.绿帽屁 ，OK。Jesus， 纯爱达人怎么会喜欢这样 ？One step ahead with the gasoline, always prepared, Phillips. 哎、欸，没有，也不好说、啊。翠佛哪是纯爱达人？翠佛 NTR 那个。Just when I thought this situation couldn't get any more messed up, if I'd known she was his wife, I would. Nah. Who am I kidding? 哎、欸，不要跟我讲，上派翠莎上的很爽。因为那个派翠莎那个妈咪属性，所以会比较多加成，那个罪恶感被抵消了，副属性都没 ，debuff 都没。Tony， it's me， but listen， there's a gas grill out by the pool. Now you light that up， and I'll be able to see the fireworks from here. Now you do this for me， and you will see just how grateful Mrs. Bernstein can really be. Leave it to me. Just feed her up a bit， will you？ 有点太瘦了，到底有多瘦啊？How can it be wrong when it feels so right？ 我怎么上边的老婆感觉有点奇怪啊？派翠莎，这支线是不同人写的，都忘了那个还是那个有派翠莎之前写的，那不知道内部的人才知道。啊，要不然也可以说是那个吧，从马蒂马杜拉手那边是救出派翠莎，所以不太像 NTR 吧，比较像那个。王子救公主那样子啊，这个是哈，我刚上你老婆、喔，你是什么意思、啊？让我现在很心里不舒服，你知道吗？我没有很刻意要上谁、啊，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就像你上你喜欢一个女人上了她，然后别人跟你讲她是你家人啊，我啊，老婆算一个家人。好，进去。这任何 bug， 你知道吧？我看那个有一个攻略是写说爬出去在外面再射，才不会那个吸引到远景注意。我准备好了，我先提早买啊。啊，没有人，这不是他家吗？那不是他，不是他家，那个他卖的地方。那是你烤炉没关呢、啊？完美哦，要完美，还是会刚好不够啊？因为我那个165赫兹太高，然后多到一点。怎么办？我真的觉得不太够。还在斥责自己啊，应该够了。我反对 NTR。All for you, Mrs. Bernstein. 帮自己找个借口。好耶，出去射。消音的，消音的。你有没有消音？哦，有耶。干嘛？没事啊。在市区这样子炸房子是可以的。这一定不会引人注意，我得闪了，连监视器一起炸了。要被奖励了吗？我把你要卖的房子炸了。Josh Bernstein, Realty. I hear that property on Eclipse is hot right now. Excellent. Let me speak to my better half about schedules, and we'll get back to you. 好啊，帮。要我切掉了，那 bug 应该是有修好吧？要不然那个问题应该蛮明显。修好当然好啊，是不是要回去睡觉了？有点小远，谁可以代替我睡一下？算了，等下衣服都换了。Okay, buddy, there you go. 怎么也要睡三次？真的是每个任务都平均要睡三次，这种久久不出现，没有马上出现的。现在晚上哎、欸，我不喜欢晚上。Not good.不好意思，任务是要事关紧要，还是任务很重要？然后这任务有两个目标、啊：背信弃义，在逃出前杀死啊！有些都要剧透啊，现在都讲了，这已经是最后一个有金牌的。好，逃出前杀死贾诩，好，逃进停车的警车，好，就前面那一台。为什么我们要杀死他？我们要先知道为什么。What the hell? If you can just give me a detailed description, thin, sallow, definitely an addict of some sort. He smells like he's been in jail for weeks. White, middle-aged. Sir, we're gonna need a little more to go on. 他就像那个蹲在你们警车那里的拿开山刀的人。That describes half this town, Mr. Bernstein. 半个镇都吸毒。Thank God, I'm president of a real estate company.You're set to receive a tidy insurance settlement on this. 原来是要领保险金呢。What are you insinuating? Sir, just trying to get. 对啊，因为找不到证人啊，讲就觉得他在随便讲。Facts. Look at my home. It's ruined. The home that's been in foreclosure and you no longer live in. If there's anything else you can tell us, Mr. Bernstein. 他原本就不住这里啊。I'm too upset to think right now. 是怎样？想个借口不想好。You owe me.Officers, here he is. This man is insane. He just ruined my house. Whoa, hey. Wait a minute. You asked me. He's ruined my life. He's a stalker. He's an epsilonist. 哎，普西龙就哎啊，怎么这个就这样 ？Freeze. 我被背叛的时候会生气。Freeze. 选一把武器。你们警校人都很逊的。Dumb move, Josh. Dumb move. 你背叛了最不该背叛的人。要是麦克在吹佛自行的情况下背叛吹佛，应该也不会到这样，因为那个麦克对吹佛做太多。这个就是爽边的老婆。I don't know. Some people.你这种人很奇怪，卖自己老婆，然后要叫我干他，又要烧你房子，又要举报我，人家这样很赚。再说我上他老婆不是吗？要我赔钱，要赔一大堆钱，爽死他了。内神通外鬼，警匪追逐，警匪非当警察了。好，这个任务到这里了，下一个会比较麻烦，那个麦克又要收集，不过比较少，30个，但是还是比25个多5个。然后下一个麦克，然后最后一集我们用吹佛结束吧。好，
这集先这样咯，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要收集啊，收集，收集啊！好，拜拜。